希宝啊，跳出嚟最快咧就系中间内档嘅匹马白色木嘅闪耀无限啦，里边大力力骑咧就系红色木嘅捷胜红狮啊，紫色木都几快咧，正金安啦，开面绿色木咧就飞同凡响，黄色木就奔战士啊，走外档咧就粉蓝木嘅不飞驰羚羊，暂时包尾就灰马咧就粉红木嘅不江河精英，咁啊七只马入晒镜头噶啦，转紧呢个五百米弯嘅时候啊。前面最快一對馬嘅，見到咧就係中間就係閃耀無限啦，裏邊落到捷勝紅絲，三四位嗰啲馬咧，見到係飛馳羚羊外檔，中間嗰匹咧就係綠色帽嘅飛同凡響啦，咁後少少嘅奔戰士咧，咁啊裏邊落檔係金安，遠巴尾仲係灰馬嘅江河精英啊。好啦，轉走最後直路啊，咁啊走中外檔就好爽啊！閃耀無限佔先三四個馬位嘅，咁啊力騎咧就反而麻麻地捷勝紅絲喎，咁啊中外檔衝咧見到奔戰士啦，拖翻慢啊飛同凡響啊，金安嘅咧第五六位上翻少少寬馬嘅咧就係見到江河精英，好啦越放越順就係咧呢匹咧就係閃耀無限啊過終點，贏先就係閃耀無限，後上匹咧就係奔戰士第三名啊捷勝紅絲，第四名見到金安。